哎呦，这个新的界面还真让人不太习惯呢。没办法，谁叫你之前都是用旧版的？那我也不知道啊。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截取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截取那个特效追随的特效啊，我截取不下来。你去搜寻一下教学就有了。我最近很喜欢换那个键盘上面的按键，超漂亮的，换完之后。你们帮我看一下键盘上面的按键。诶，对啊，你看一下 LINE 那一张。啊，你叫谁看啊 ，Andy？ 我看一下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什么？有没有个实况成功？诶，有诶。好，那应该就没有。好，那就先这样试试看。再跑出错误，就真的不知道干嘛了。然后就可以砍掉当实况者。干。好了，现在我是直接去付款买一些比较好用的。好卡，怎么这么卡？等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其实那个 M 卡的那一排，它内置的录影到底是什么机制去录？但我用 OBS 录，我就知道两款 OBS 我已经把画质调得很低了，然后我还是会卡。但是 N 卡的话，它画质非常高，但我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的流畅度。我是会耶，你是完全不会。你又不是用 N 卡那类似的录影，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啊。我对这个，但是只有录下来就是用 N 卡、啊。现在用 N 卡，你、但是你没有用 N 卡去录影试过啊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用吧。虽然说那个他现在是950，为什么不直接升到970？啊，谁叫他那个啊？你现在这个世代，你升到950的话，基本上就变成花钱。不是那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吗 ？AMD 没钱啊！哼嘞啊，不是老板，老板没钱没听过，看自己多找几份工作、啊，看你平常都游手好闲的。我游手好闲，有没有听到、欸？游手好闲，妈的，每个礼拜做面包啊，那边赚钱哦。游手好闲的家伙，欸、做面包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做面包都是早上凌晨起来要做的，然后下午那些时间呢？对不起哦，我是那种接单型的，网络接单型的。那要去拉客啊，你不可能只是接单啊。哎，我去做皮条客好了啦。看起来蛮适合的。看为什么我发现最近遇到的队友或者是找到对手都等级很低耶、欸。不是等级很低就智商很低，对不对？操作更低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为什么。因为我会守护。他妈的，今天是假日。看来这次我们同一阵线。不是今天的问题。而且假日，哎、欸，是等级低是因为多了很多人吧？应该多了很多新手的意思吧？多了很多新手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双十节到底放假不放假？放啊！你国庆怎么不放啊？你们？距离净空、啊、是哦，还有30秒。我不太习惯那些顶尖科学设备。你今年是第一年住在台湾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我第一年住在台湾，学生时期根本就不会想说这个是什么日子，这个那个是什么日子。哎、欸，其实你没有发现二楼的这个玻璃变清楚了，以前会糊糊的。二楼玻璃怎样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清楚了，比以前还要清楚。有吗？对我来讲不是都一样的东西。那是你眼馋，那是你眼馋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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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补充一下昨天没开成的。哎呦！谢谢。伤口在哪里？我被射到了。目标正在前进。看我家的猫坐在我的主机上面，等一下，我有点紧张。我被射翻了。好。开，回来了。然后调整一下麦克。哦，好，这样就搞定了。烂东西！我开矿口了。哇！要车啦！来，对。
对决吧！对决个屁！我靠！干嘛干嘛？慢了吧！哎，我已经很快嘞！哎呀，我已经很努力嘞！我看不出你努力。给他们迎头痛击吧！好卡哦，怎么比装，怎么比我那个还要卡？有人叫医生吗？快来帮我！哦天哪，要被弄成智障了！吃我一锤！正在治疗你。给我站住！我是在杀老吗？哎呦！治疗光束启动。一身护打，只要治疗，我变强了。启动增伤光束。英雄永不消逝。哦，我快残血了，医生，医生死了，等一下。各位英雄，站起来。我回来了，目标停下来了。奇怪，是我画面调的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设定一下。那为什么打都打不中？哎，瞄不到，目标在前，瞄不到。各位，小心护送。我们的颜值叫皮卡丘。我现在不行，不能改，好吧？医生，你在哪里呀？医生在家里设定OBS。给他们迎头痛击吧。医生来了，我来了，真是感谢你，你都睡了，我们还睡，起来哦，起来哦，帮我击退他们，发现敌人，哦，我们这些下水饺的。完好如初，拜拜，拜嘞！目标停下来了，让他动起来。冷静点。旋转画面的时候也是会快，也是会有点卡哦。有人叫医生吗？这卡机在哪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别动啊！还剩六十秒。哎，这怎么会在我后面？太过分了！来对决吧！啊，快速康复！没有人能逃出我的双眼。啊呼！目标停下来了，让你恢复战力。快击中他！来喽！还剩三十秒，为什么？快没时间了，我要来喽！我要来喽！我要来喽！来喽！火箭弹送，宝石下去，睡哦。有金哦 ，KO 回来。他在那边开干嘛？还剩十秒，有人叫医生吗？有金哦 ，KO 回来。别藏在伤害提高，人龙可依。来伊哈特，抱歉了。啊吼！别打了，我谁都射不到。各位一体，英雄永不消逝。我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退啊！抵达检查点，很好。敌人了，我强化你了，让你恢复战力。哎，来喽，一个头出来给我飞。
在哪里啊？我需要治疗。哎、欸，怎么飞不上去？我需要治疗。伤口在哪里？干烂死！我来帮你。干，太重了。好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。啊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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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吃我一锤！超惨，我们女孩在后面混呢、啊。在后面呢、啊。目标正在移动，快来支援！没有人能逃出我的双眼。我有做事好不好？你就开那个而已啊。看我。我来了。目标解决了。有人准备飞过来了。神龙可以，别动嘛。你的伤害提升了。我被揍，我被揍！我来帮你。目标抵达，检查。是你哦！干！哎，狙击手啦！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在哪里狙啊？搞定他呀！完好如初。我干！让你恢复战力。快治疗我！我来帮你了。哇，好危险！我的绝招准备就绪。三连第二波。不是全世界顶尖狙击手。好危险啊！老九，好不要了。啊？在那边抢 high line。不痛不痛，有狙击手，小心。哎呦！我遭受攻击。到后我去到后。我一锤！哦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死了，真的要死了！啊，刚才冲我来的！他一直追，有病！啊，我回来了，目标正在移动，快来支援！哎。他中毒了，打他！哎，为什么没有人换死神呢、啊？是不会帮忙消坦是不是啊？啊！拜医疗科技之赐，把他们全部引开了，你们撑不过来、啊。伤口在哪里？掩护网，没有人能逃出。轰！都被烧到家里去了，在玩什么？受到攻击！我来治你！干，怎么又是？帮我！接下来，目标正在移动。哎。搞什么飞机啊？还剩六十秒，医疗没人推啊！救活了我！各位加油！正在治疗你。目标的前进，启动增强攻击。我可能掉一个法拉利推车啊！我要飞天了，干！哇、哦！不要！你不要再来，你不要再追我，干！还剩三十秒。烂死了你！哪里烂啊，奶奶？还在心里，此时在此。被针对啊！还是伤害提升了，我正在治疗。你们每个人都到最后一刻才换。我一直被他针对啊，好惨！吃我一锤！
现在抵达伊利欧斯。做好攻击准备。没补，死定了。死亡如影随形。记住你受过的训练，我们就能完成任务。我可不会袖手旁观。
滚开！加油啊！他们有传送器。我他妈的！哎，我要传送器了。哎，资质不错，可是查理，别想逃。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。死亡降临，谁都挡不住我。哎嘿嘿，谢谢。この程度か。哎，忍者，忍者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哎，新梅塔。来 nerf 这一招啊！想干嘛？哦。敌方的传送器。敌人在占领据地，快集中防守。哎呦，好恐怖！班长在此，你将你从天而降。我可不！你给我把他拉回来了！干！谁知道是拉的这么刚好啊？我的妈！干几百个！不痛不痛。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火力全开！这怎么装满了？延长赛，人闯进来喽！火箭大怒，目标歼灭。看看谁躲在后面。哎，大声点！哎呦！第一回合胜利。比数1-0。大家加快脚步。哎，老艾，那个测试服是不是没什么人玩？不会啊，该行动了。有啊，都韩国人。排的时候都排了快四分钟了，波浪。没有，他有限一万人。什么时候排的？今天下午。而且是全世界加起来一万人哦。啊，是哦，这么少人。四。对。只能一万个人在里面。对，然后里面是美服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进，没办法进去美服，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卡，就跳出回去，跳出回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刚刚聊到哪啦？再来！我看到有猪哦。现在可占领目标。在里面死亡，有人死亡，不用揍的好了。中，中了！正在变换位置。哎，闪光在家里打一下不好，不好。倒数任务开始，完美的倒数，滚开！给我一个 beat， 火箭倒数。
ユーガワが敵を食らう。只要被发现，只要被发现。啊！被发现了！快加油！我们必须拿下据点。找野物。哇，这么多闪光啊！两只啊！敌人，那是闪光残血。滚开！哦，上面好无聊哦。哈哈，音量全开！闭嘴！敌人在这里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集中防守。延长赛。让我有伤害。干！被端大。超野护任务开始。先休息一下。这我死不了，我都会在手下留情啊！杀！杀！好厉害，大大呀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赢了！胜利！精彩重播。火箭到了，月手开始，杀杀！前往福斯凯雅工业区。Every John， 哎，是他哎。做好攻击准备。要玩神马好呢？看能不能把人弹下去。我立誓保护无辜的人民。又没塔，烦哎，烦哎，随便的，没有补啊，你就玩补啊，不想，哎，啊，这个我比较适合玩坦，我是破坏，距离进攻还有30秒，你看什么看？想办法活下来吧。5 4 3 2 1，开始进攻，占领目标 A。半藏在二上面。完来这里治疗。在后面，猪在你后面，猪在你们后面。哇，我输了。No。怎么会有托比昂？居然把炮台架在家里。
来拿装甲包。要怎么玩？没有了，我就是。我的宝贝，谢了。哎，帮你被揍了。左边突我！啊！妈的嘞！不玩了啦，你们自己去死吧，我要在后面。假支援真开枪。我在占领据点，过来加入我，拿下这个目标。正在占领目标。来这里治疗。杀杀心灵祥和。跟我一起占领目标吧！噔噔噔，超级炮狙啊！我在占领目标，已占领目标 A， 开始进攻目标 B。听到猪的脚步声了，我看到炸弹飞过来。下个痛快吧！炮塔架好了。我在占领据点了，跟我一起占领目标吧。哼，还早得很。命运指引我前来此处，正在占领目标。You got what I take you do。断大。啊！结束了，没有，应该没有断到，没断到，他龙还是有出来，超神奇的，也太快了吧！哎、欸，干我四金牌啊！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我除了伤害量以外全部金牌。老爱个屁啊！为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是你啊？我除了伤害量以外全部金牌。就这样，心灵祥和，就这样，超级辅助队友啊！就这样。哎，残牙塔他是不是看辅助的那个？应该是吧，干干我四金牌，我除了伤害量以外，全部都是我哎。哦，天哪！你很好，你很好，你真的很好。治疗量800也可以拿金牌，不补的耶。怎样 ？OK 好。我在想，对，是 OK 的。但是我在想说，到底要怎么样，他才不会那么的累格？顿哦，会顿呢、啊？换电脑？你是说在直播在推局上面的时候顿哦，是吗？对啊，现在在直播中啊，可是我玩起来其实蛮顿的呀，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啦。今天不是说上不到斗阵吗？会不会是你那个？连线直接有问题，该不会是你网络的问题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要是 OBS， 只要是串流就会很就会蛮lag的。那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应该不是串流，应该是输出或者是影像的解析需要有什么更改，或者是进阶那里？
这个嘛，实在考到我了。也可以直接用那个 N 卡的，哎，那个什么、啊、实况啊 ，N 卡他自己本来。哦，你说那个 N 卡的那个、啊、直播串流的那个，什么东西、啊？虽然说那个容量会非常大、啊，那还是不要好了。不是啊，就只是希望不要卡，因为，但很顺哦，那容量很大，那非常的顺哦，嗯，开了跟没开一样，真假的？有开跟没开一样，有开跟没开一样，这话怪怪的。花村，那不如不要开，不是吗？有开跟没开一样，那不如就别开啦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嘞。不然的，到我玩多米，做好防御。我要随缘剑。哎，有丢失影格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什么意思？啊，还是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想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问呢、欸。坚持你的信念，不要放弃。应该说如果今天我装950的上去，可是我用的却是比较低的，比如说帧数还是那个位元率好了，那会不会会比较好吗？还是说它反而会不位元率？你说萤幕还是对，就那个什么最大位元率啊，不是2500-3000什么的。你现在设定多少？我现在是设定3000啊。准备行动。2500-3000，连我的电脑在 OBS 的时候都会顿的。你还觉得你950可以吗？2000看看啊。可是两。可是这样，我原本是2500啦。可是他说设定到2500-3000是 OK 的。只不过9000-3000都快要不行了。只不过问题是看的人会比较那个。950跟970差非常远哦。攻击方出动了，防守目标 A。价钱也差得很漂亮啊！我来治疗你。干没补到，对不起。来，我本来要补你，你要怪半藏啊，在我前面抢、啊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是你啊，就你啊！经验与美貌兼具。啊！壁垒睡着了。呀呀！我靠，飞进来了！可是为什么安娜她只有那个啊？安娜怎么样？来，你是不是坠落？安娜，快扫荡据点，抓住他们！真的是所有里面最不会玩的人。他们在占领据点。目标已被敌人占领。防守据点变更为目标 B。恢复吧。被追杀，赶快撤！正义从天而降。抱歉了。哎呸！刚才好早哦，为什么放弃？退休生活不适合我。谁啊？治疗。别出去！为什么不过来？为什么放弃？他对谁说啊？我们呢、啊？你们想在战场上碰到我呢？哎，他出去了。治疗你，干，一直跑，浪费了一颗。在对我说吗？不是老哀啦。我有吃到啊。你有吃到吗？对啊。是哦，我看是没有。
وريهم قوتك. ايه先睡一下，你们继续战斗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目标锁定。有星星哦。在右边，射我了！哦，帮你治疗。十六反射。点内，点内。后面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哦。小伤而已，不会有事。帮你治疗。オオカミよ、我が敵を食らえ！喂，走！来了，他们来了！麦卡利有刀！爸爸，来对决吧！啊！好累哦！引擎发动啦！啊！啊！来，你要打谁啊？你要对决谁啊？你无路可逃，打哪里啊？结束了。吃药吧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哦，一把刀啊！哎、欸，来，你不是那个阿凡，你半藏不是有那个吗？不是有那个坐姿吗？嘿，对，怎么了？你坐在那把刀前面啊？哦，你说像这样啊？哎呀、啊，坐姿啊！赶快坐，我强化你。来喽！好，强化坐姿。我强化你了，上吧。我被他们咬进去。哦，不会死。喂！哦，阿凡在雷啊！好好一个强化就这样被他废掉了。我立功不会的。撑住，我会这正义从天而降。输了。放屁死啊！抱歉，差不多了。笑死我了！对决吧，对决！一网打尽。阿凡，好不好玩？不好玩，超级不好玩。哎、欸，而且我强化你之后就一直补你，哎，你看你都不会死掉，白痴啊！出来啦，白痴！哎、欸，阿凡回来，屁股对，转过去，屁股对着我，干就刚了吗？吃药啊你！这个我的枪是打屁股的，他们全部从右边过来哦。哎呦，你会没事的。没有龙，有没有龙？下龙过去看他们出手，发现他们走这里，他们走一路哦。抱歉了，
屏障被摧毁了，这会有点痛，快睡。耶，干掉斧了，要开始狩猎了。红光普照，干好安居然会，不是阿凡居然会堵不到你。靠！死光了！这有两只安娜哎！什么？两只？哎，真的耶！他们有两只，他们有三补哎。那两个安娜其实是没有用的，不要多想。我可不打算。哪有？不要小看安娜，安娜很强。吃药。阿凡上，强化你了，冲啊！上吧，冲啊！冲啊！哦，冲啊！你要死了啊！还剩60秒，看来你累了。漂亮的一击，睡呀！好啦，来卡莉，右边来哦。就是欺敌之术，给我站！生气啊！喂！我干！我本来想揍他。哎呀，可惜。好懒的 ND。还剩30秒，没有揍到哈。方能显现你真正的。继续挡住他们，我们就赢了。ND 补我。小伤而已，不会。现在没敌人呐、啊，坐着。就是从左边来、哦。跪下。妈的嘞！跪下哦！你居然把袁氏砍死！我说你这个人哦，你在戏哦！你快点！我没有大啦，我没有大！我没有大！正义从天而降！恢复吧！输了啦！输了啦！哈哈！哎，你真的很累耶！干！失败。这局到底在干嘛？哎，你到底在干嘛？阿凡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在那边跪。你看，你看。我厉害，我的。启动战术锁定，来对决吧！啊，对哦，还不是我给他弄睡着。有没有全队伤害量啊，大哥？黑啦黑啦，永远对不起原始。清白不热恋恋，靠腰，你还给我帮腔啊你？帮腔才好、啊，妈的！不然你太混了。开枪！开枪！不爽！哦，又快1000了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到就过了201之后就暂时不玩斗争，然后等到他那个万圣节箱子来，我再玩。你因为两个那些是最快的，最快拿箱子的。即将抵达漓江天塔。控制中心。做好攻击准备。我卡机嘞，攻击方。
是人类真正的敌人。新梅塔，干嘛？错了是不是？以前没事做，来吧。哎，我要开外挂了。你还好吗？开外挂。你输了，医生。不要吸我的！谢谢你，一剑呢？下去耶，是我的。哎，我们都没有给人家，我们都没有给人家那个。我叫麦卡利，怎么有四个新梅塔？什么时候变四个？护住大家了。怎么那么多新梅塔？好恶心哦！看老艾最恶心，蓝皮肤。这蓝皮肤的动物正在调整防御系统。哎哎哎！哦。我的可占领目标，死亡是虚幻的，用护盾保护。谢谢你，帮我啊！Andy， 干嘛？帮我啊！好，给你啊！加深，谢你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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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有够痛！吸他们，吸他们！C 还被晕，收好他！有人入侵。哎呦！站住！少界塔已就位。帮我摆脱敌人。我的防御系统减弱了。准备看，后巡走。我打开传送通道。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别动。我会修正先前的失误。我敌人不会等。敌军大开。有人入侵。我的传送器遭到。小心背后！哦，快点，我要爆了！只是一时大意。集中防御，守住据点。我们家那只大野狗用护盾保护你，快点占领这里！这个据点是我的，我只想给你。完了，耶、yeah ！英雄永不消逝，我复原了。传送器运作正常，能快速移动吗？少界塔开始运作。哦，传送器运作正常，我打开传送通道了。防御系统已就定位。谁掉下去了？谢谢你。这边你下去找死是不是？是全部自己人呢、欸，你等一下被退那个。少界塔设置完成，用护盾保护你。谢谢。护盾加深，谢谢你。正能量，你在上面射。动作，不许按照计划进行。护盾会保护你。谢谢你。熊哥，点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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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界塔被摧毁了。炸弹来了！传送器停止运作。我疯了！我靠！来支援我。来对决吧！英雄永不消逝。你别想再逼我了。我正在占领目标，来支援我。爽啦！那你赶紧在楼上啊，打一下。哦。传送器运作正常。哇！找到据点。
延长在先前的失误，我利用补位的。可恶！哦，谢了。第一回合失败。一些球场小啦，发疯了是不是？刚刚我们队友有两位掉下去了。掉下去？掉去哪里？因为我的传送门。干！白痴哦、喔！鸟废！哎、欸，你小心被检举哦、喔。哦、我都不敢这样玩了，你敢、啊？我都不敢这样玩，你敢这样玩？这边不是，又不是全部都是自己人，你要跟剑子玩。对啊，如果今天像昨天那样的话，这样玩那就算了。护盾会保护你。我连冥想都会被封锁了。三二一，第二回合占领目标。不让你玩球。贱啊，爽啦！你什么时候抽到维奥卡契耶的、啊？哦，从虚无化为实体。哼，瞧瞧这个！我现在占领目标，来支援我，小心背后。盾加身，防御系统已就定位。抱歉了，是啊。冰墙，站起来吧。我的少界塔被摧毁，后面护盾起来了，哇、哦、被干掉了，强化防御，逼退他们。设置完成，用护盾保护你，不许走。我需要护盾。自动战术锁定。护盾会保护你。感谢你。招！来！有人入侵。直接来一个最传送器运作正常，我打开传送通道了。传送器运作正常，传送器能快速移动了。冷静点，我的少界塔被摧毁了。用护盾保护你。我们直接把少界塔，直接把传送门旁放在中间呢。不准动。第二回合。这样还可以赢。依循正道。好了啦，换了啦。啊，再这样玩下去，真的会输。哪来这么多疯子和怪咖？我喜欢。准备登台表演。报道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有你在就会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第三回合占领目标。我每次玩，就一个人在开关闪。开了！哎、欸，后面！抱歉了。啊！哇！
加速喽！现在可占领目标。死神在此。走开！起来吧，队长。这会让你觉得舒服点。哦，大声点！人哦，还好。この程度か。正在占领据点，后面发现敌人，滚开！停下！哦，我爱死这首歌了！闪开了！这样可以挡住他们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！嗨起来了吗？任务开始！感激不尽，正在为绝招蓄力。冻住，不许走！来对决吧！屏障开启，快防守据点，别让他落入敌人手里。给老爷面子！闪开了！哎，那个据点是我们的，守好它。我锁定你。达利亚，正在占领目标，需要加速吧？希望刚刚没人看到。我正在占领目标，过来帮我！火力全开！冻住，不许走！等等等等，算了。炸弹来了！闪开了，居然没下去！哦，大声点！火箭弹！滚开！干，他没下去，可恶！麦卡利哦！加强恢复能力，任务开始，近点，不是你卡呢，你卡呢，闪开了，提高音量，我再次屏障开启，胜利，还正面来，我就正面。精彩重播。他做了什么事吗？他来对上面这一这下啦，他没人理他哎、欸。完全没人理他哎、欸！你看，你跟着你看，哎，这个酱油王哎、欸，这个王，这个晚一点我去剪掉好了。你没有发现后面被杀吗？在那边当然没有啊！你知道盖塔很辛苦哎、欸，干，还差没有哼歌而已，辛苦。就怕被推啊！现在进入阿努比斯神庙。现在除了慈悲跟死神以外，好像没有很少再用别的角色上海来了。做好攻击准备。大部分都有上过，麦卡利我都可以伤害了，金梅塔我也可以伤害了。昨天那一场真精彩，昨天那个根本就……看你要把它剪下来，昨天那场一定要剪。干你要你给我你有录下来吗？没有干，
人人都是斗气。你不是前面那时候是有录影的？是没错啊，我不知道还能删掉了，好像删掉了吧？嗯，不是啊，因为都太断断续续的啦。你再也找不到归属，大哥，等着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资料我都杀掉了，因为断断续续的我不会留。还有30秒。昨天难得遇到一对，他完全不理我了。啊！你从来又不给我 highlight 的。我想说你有录影吗？现在正式开战。断线呐、啊！就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断线之后他那个画质是很糟的。你就算录到好了，也只能看到你的像素。一，开始进攻，占领目标 A。有壁垒哦。只能阻止他们。快过来接受治疗。哦，小心。谁在打？都没人进来，为什么？我都会站起来。都被原氏一直干扰啊！我不是把另外一边通道给封住吗？干什么？哦，一个弹。我来治疗。大家过来接受治疗。洞悉一切，这到哪里去了？哇！然后呢？看死了 ！What the fuck？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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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。看那个，等一下这场 ，Andy 这场玩，我要去跟我朋友玩 T 三了。好，带我打。那我也就带我升到 T 四。任务还没结束。你也要玩 D 三啊 ？OK 啊。这就是七敌之数。你们几个人玩啊？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这样。但我没有 D 三。但到底没有朋友了。别强化你了，夏小。我锁定了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走吧。D 三加加，我去练脚。我喜欢早上闻脉冲蛋的味道。熊练，你要练什么？不想死就别挡路。有人需要治疗吗？恶魔吗？猎魔做的猎魔。这一波是哪一次？来了。开始进攻目标 B。找出该死的传送器。干啊啊啊！哎。直接变智障了啦！哇哈！不能换，再累也不能停。嗯哼，哎。大家来接受治疗。好，从练一格到70等，大概只要花30分钟。我强化你了。最快其实到了后面的话，最快10几分钟就 OK 了。干，怎么可能进得去啊？只能普通五而已啊。只要新创的角色的话，他一等他只能用。要70等之后，不知道几等我们才可以开那个普通时代。进来啦，没人进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进不去进不去。要
加速治疗。他在追我啊！正在占领目标。地球之眼由自由开火，炸弹来了！哦，太好了，死定了！在墙角。据点守护到了。我锁定你了。洞悉。出来、啊。我站在你所据点，不听话。双杀。我双感巨大。撑住，撑住，我要开大。都出来了。好多了。哎、，what the fuck？ 避雷啦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快要大了。可恶！大了，中了。站住！哦，不要！快过来接受治疗。哦。我可以斩绝招了，看看谁躲在后面。快进阶啦！有原事啦，不出坦是哪招啊？我会站到最后一刻，永远都没有坦克阵挖。嗨，礼拜天我连消息都没有发，居然还有人会进来。他可能是订阅的吧，订阅你只要有开台，他就会发简讯到他的那个时间。嘿嘿，不交真的啦。干！哎呀，对，我要进攻据点，被揍到被揍扁了。不漂亮。哎耶！就这样近点，他们都不知道什么。耶、yeah, ，好啦，谢谢。有一个人在那边，我们休息了，我好累哦。啊，我们可以打第三了。我可以去玩别的了，游戏了。你要玩老鼠？我不要，但是一个玩超边缘人的。好了，我先死了，就等你们懂你给我了啦。来玩第三啊，第三现在很便宜不是吗？我又没有第三。再走，给你要1100多啊。没有钱，干第三那么贵哦。会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开到这边啦，拜拜喽。开到这边了，拜拜喽，喽喽喽。